这一轮强强对抗，谁能够拿到关键的首轮得分？花开斗艳，对战仍在继续。太阳下山，民族依旧狂。必须赢，我不能再输。放出了复仇的感觉，太强了，真的是强强联合，彼此都在激活彼此。没事，干就是。这第一轮的对决就如此激烈，对决一定要比拼到这个程度，是不是？步步不让。其实带给我的那一部分，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恐惧。攻双战队能否绝地反击？周一晚8:10，海天黄豆酱，春天花会开。海天黄豆酱，怎么吃都好吃。